大家好，芦荟千万别拿来直接敷脸，这个是我刚刚掰举的叶子，在这个口盒处呢留出了这个大黄素，这个大黄素是不可以接触皮肤的，直接接触皮肤会导致皮肤发红、发痒、过敏。那么我们怎么去使用呢？先把这个白头给它切了，这个位置它挨着你的根部比较近，这个。